OK， 安装好了过后，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Live 来讲是看直播的，这个 Lemon Movie 是看重播的，这个 YouTube 哦，你可以在这个它原装的 Store 里面安装，挂原装的 Store 里面哦，有一些 APK 也是可以安装的，像 YouTube 刚刚我安装好了的咯，还有其他的，你可以自己去玩看，它有分类很多，包括 Games 哦，Games 也是有很多在这边 ，OK。所以我先去介绍一下主打的两个 app 先。Okay, Lemon Live 啊，你按进去，这个是我看直播的。Okay, 直播里面有什么节目列表啊？可以，你看这里，这个你按一下这个 Home button 啊，这边就有节目列表了。Malaysia， 它可以看这些 channel， 看见吗？这些 channel 全部都可以看到。然后台湾的、香港的。然后还有新加坡的 ，OK， 新加坡的也是有，香港的 ，OK， 翡翠台。你只要你想看哪个 channel， 你按进去，它就可以直接播了，就是那么简单。OK， 直播我大概介绍完了，现在去看重播啊。OK，Lemon Movie 是看什么的 ？Lemon Movie 是看电影 ，drama。还有一些纪录片，还有儿童戏。Okay, 进去了过后上，它已经跟你分类好了的 ，home、drama、movie， 然后这个是综艺节目，这是卡通片，小孩子的。OK， 那么 drama 来讲，你按进去，比方说这个是香港最新的连续片啊，你可以去找这个 Hong Kong 哦，在这里，按太快。OK， 那。它都会给你分类好，看你想看第几集，你就 click 进去哦，它就能够播了，就那么简单。谢谢大家。